你看，都投的四号。哎，四号是谁？是你呀、啊！验身份，群主验身份。什么呀？Hello， 大家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大家都宅在家里嘛，跟朋友也好几个月都没有聚会了，这段时间也跟一些朋友线上小型聚会一下，比方说线上狼人杀、线上剧本杀、线上你画我猜，所以一会儿看看好不好玩，可以宅家和朋友交流一下感情。哥，你们怎么搞那个头像的呀？哦，背景有个那个虚拟背景的选项。那你坐过去的？为什么？你又说我把你不刚才就在这里承诺我要选头像没有，所以你要添加什么？你下一个。你们在家干啥呀、啊？我们在家跳舞啊。我是看见你们发的那个，天天跳舞啊。不然到十月份真的太难熬了。老王，你们是一直都没有出门吗？我想要出去一下，那跟什么一样？他说我思想有问题。我还以为是他，我们真的不愿意出门。他说，我觉得你这人思想有问题。他说王琴，我完全觉得你现在没有搞清楚状况。你觉得现在那种形式是好玩的吗？你还出去？你在外面跑步，没什么人的话，完全没关系，都不用戴口罩。怎么又变成了批判老王的大会了？不过我觉得可以继续下去。二嫂，你们经常出门吗？连窗户都不曾打开，把头探出去过。二哥好帅啊，侧脸。头发长得超级长。先留个头啊！我们大概还有20分钟到家，你们可以先开始。行，你到进来以后直接发个500块钱红包就可以加进来。哇！从3号开始说话。那到我了呗。嗯。rap。那个人的口头禅。你是白板吗？你是不是啥都不知道跟着踩的？投票了，讲完了。你是白板吗？不是，我第一个发言，我怎么可能是白板？我第二个发言。你看，都投的四号。哎，四号是谁？是你呀、啊！验身份，群主验身份，怎么是投我呢？四号啊！啊？为什么？你是卧底。卧底。我却是卧底。特别火的节目。我看看，我出局了。等等。谁了？等等，我知道打你。我知道为什么你们投我。有个特别喜欢这个。我知道为什么你们投我。我看了一下答案。老王，有个特别喜欢。发生在古代。是一个非常有权势人他妈。嗯，这个很有钱。哎，我们要是抓到白板会怎么样？对啊，你们就啊，对，明显的，我这个很明显的，我是什么？你们应该猜出来了呀。不是还选我呢？白板，五号最多，5号多，5号有3个，都抓出来才行。你们是不能抓白板吧？我觉得白板可以投他，也可以不投他，就是留着白板好玩嘛。白板，如果你被别人抓出来是白板，你就输了。对，白板自己就输了。哦，我自己啊、哦，不，谁？我一边我又不是白板，谁说我是白板？真是。3、2、1，哦，我不能投。他的上位之路一般都，啊、哦，不是，重来，反正他的上位之路估计这把要凉了。是吗？再来一把试试吧，再开吧。哦，我也需要重新开局，我没进来，我还是在上一局花千骨呢。我还是白板。我能不能再来不玩白板了？我真的不想玩白板了。啊，换了。8号开始发言。是一种吃的。哦，该我，好贵。但我不是很喜欢吃，松松软软的，口感一般比较好。我没有吃过，但应该是甜的。笑什么？我真没有吃过那个学校门口，那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学校门口都有卖的，就推着车的那个。哎，是的呀，你们要想一下，在那个上面。我看 YouTube 视频有人吃过，然后是那个人说的，松松软软的，口感很好。那开始投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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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哎呦我靠！阿哥你，阿哥你，我第一个说我不是很喜欢吃，第二个说我说不健康。我这么软软，阿哥你又整歪我，亏死我了！我印象太深了，我就看着好看，我说我买一块，你问我切多少，我说切这么一块，结果这么一块要30多。哎，六哥太惨了，我太惨了，你们两个简直一样惨，就两文就没了。我去学校门口推个蛋糕干啥呀？对啊，我也在想他的炸串，我能理解哪有卖蛋糕的这么高，说的有理有据的，一个小车还推着蛋糕，我太逗了，这个出去给我扔鞋啊，你看看看这个出去给我扔鞋，太菜了，大家能听到我的评论吗？啥呀，烤鸡。嗯，耶！哎，我猜对了。我们输的是不是要打红包啊？皇族，佛祖是职位，佛祖是职位吗？准备扔拖鞋啊！哎呀，女女皇！耶、yeah, ，我猜对了。我也猜对了，哎，我也对了。哎，你还不知道？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等一下，我应该知道。哦。啊，对，哦，我不看你，我才不看呢，你这某种人。耶，我猜对了。什么？耶、，nice。这个比较隐晦，双关。我什么呀？这个里面谁猜对了？我想问一下，这怎么猜对了？这个词波霸嘛，波霸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都不懂。为什么你们这个可以猜对啊？我的天哪！我们这种思想龌龊，不是吧？我这种思想龌龊的人，这谁？我天！看我。哦、我也觉得像苍蝇拍，那么明显你们都猜不到、yeah. 我给你拿去要不、oh, yeah. 工具你看竖屏看竖屏、yeah. 啊、可以画的可以、嗯、文学素养不好的人怎么办，我为什么要把那个颜色换成红色，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，我一点没办法、哦、红楼梦，我一点没办法、哎、老王怎么感觉这么久不见有点娇羞，抱着枕头还半遮面。拿出你在抖音上面的气势，他抖音都没了，他抖音我真的是想取关了，我刷了几周了都没有，他 follow 的人现在没给他发灵感了，我是想不开了，你再不更新，我到你底下去留评论骂你了，粉转黑了，咱们争取感恩节聚一下。这么乐观，到秋冬季节下一波疫情来的时候要聚。人家说流感也要来了吗？那也来吧。所以要在家锻炼，增强。对，每天真的要锻炼，呼吁大家一起锻炼。我现在有时候用玩玩健身环什么的，还挺累的。又是这个。啥呀？啥玩意儿？这个吗？你们吗？怎么又是你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给了我这个。大哥一脸懵逼。啥东西？大哥一脸懵逼。我去。我们猜过这个，二哥。这肯定猜出来呀、啊。蒙娜丽莎的眼泪，截图这张名画，这张名画也是、哎。我们怎么都在猜眼泪啊？我在看，我打完蒙娜丽莎的自动联想就是得眼泪。罗志祥，舒婷离线了。哦，我刚猜对了吗？对啊。你直接说罗志祥的这个。对，你们对呀。我真的是死忠粉呐、啊！你们不要这样戳我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下次我们争取感恩节能聚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拜。